陆上协会的年会今天上午9点钟在台北铁路机场举行，由理事长徐世基主持。大会第一天讨论会务和专题演讲，明天与会人员将分别参观本省北部的现代化铸造工厂。今天的专题演讲是由美国、德国和我国的铸造专家讲演现代的铸造技术和无砂浆造模法。此外，铸造协会今天在会场举办了铸造技术展览，展出的内容包括特种铸品、新铸造方法、新颖设计、新型品牌等，以供铸造界相互观摩展示。从这些展出的各项铸造品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近年来铸造技术的进步情形。